高大军会长，化学系会长啦。然后海绵宝宝要飙高啊，边吃饭边看海绵宝宝啊。他用海绵宝宝的里面的制度来管理我们化学系啊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化学系要垮了。真的真的。真的吗？快罢免我，我不想当了。真的。来不及了，已经选上了。对，没办法，你再撑半年就过了，加油！我觉得什么是个，拜拜，我觉得是要撑一年。